打开来，拿起来的时候你要先检查，像这个就没有完成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，就可以放喽。我今天要来教大家做我最喜欢的角落生物水晶球。角落生物水晶球呢，可以做成四种不一样的东西，一种是这个戒指，一种是手环，一种是项链，一种是茶杯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怎么做水晶球。现在我们要来做水晶球，这是炸猪排跟炸虾。前面那只小小的炸虾，好，首先我们先把它拿起来。我们拿这个是它的底部，把它好装上去。接下来把底部放在这个上面 ，OK。然后再拿一个这个，这是它的盖子，打开来，把它拿出来，放着。每个里面要放三个小亮片跟一个这个亮晶晶的，好，要把它投进去，加水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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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好，记得要盖起来，再把它翻过去，呀，喂。好，打开来，拿起来的时候你要先检查，像这个就没有完成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，就可以放喽。很好，谢谢小迪，谢谢小迪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八个都做完了，我们现在要开始帮他们放上这些装饰上面。首先我要拿这个。我要把这个企鹅放上去，这样戒指就做完咯。来，接下来我要拿茶壶，我要把它放上去，这是假蜥蜴。好，放上去之后就做完了。滴滴答，答好了吗？小滴答好了吗？